大家好，今天呢，准备给大家介绍一个期房的项目。那么这个期房的项目呢，就是我所在的现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等卡西斯最好的一条街。它的地理位置呢，是17号到19号的 Champion Street， 在等卡西斯。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这条街。然后这条街呢，其实它距离购物中心，包括 Woolworths， 然后包括最好的几个学校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这条街的街景，然后这条街上呢，其实有非常多不错的、非常漂亮的房子，然后因为这条街本身它的棕榈还有它的校区都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目前呢是有几套期房的项目，然后这个期房的项目它的预计的竣工时间大概是。2020年的12月份，那么这个呢是目前我们所在的这条街一些邻居的房子。然后因为这条街它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处于 Doncaster Gardens 和 East Doncaster Secondary College 的一个校区里面，那么原则上呢这两条街其实相对这条街呢都是属于一个走路就可以到的距离。然后等一下呢，我会开车带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它到 Doncaster Gardens 的一个物理距离。然后这套房子呢，就是目前呢是有四套还可以在售的，然后其中5号呢已经卖掉了。它的价位呢大概是140万到155万的澳币，之间。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就是这条街其实旁边周边的一些房子，全部都是一些质量非常不错的房子。然后目前这边也是有一些全新的开发的项目在做。然后为什么说这条街非常好呢？主要原因是因为首先它距离商店非常近，再加上呢它距离附近最好的学校都是一个走路就可以到的距离。然后现在呢我就开车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到底有多近。我们现在可以回到车上啊。好了，那现在呢我就回到车上了，然后我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其实它是目前总共是有5套然后在售的，那么其中呢有一套已经卖掉了，那么剩下呢有4套在售。然后我可以凭借我多年的房地产销售的经验去为大家保证，就是这套期房项目呢它所有的 finish 全都是市面上面你能看到最好的。包括它就是全套的德国米勒的这个厨电，然后包括最好的就是说，它所有的这个，包括它有 butler pantry， 然后还有就是最好的地板，然后包括很多很多很多的细节 ，double glazed 的窗，就是双层的玻璃窗，然后实际上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并不需要做这种 double glaze 的窗，但是呢它这一套完全都是这个双层的玻璃窗，非常非常的高质量。然后呢
地理位置上面呢，我可以说它是等哈塞伊斯最好的一个地理位置，它是你能买到的市面上最好的一个地理位置。所以我觉得对于就是说可能现在没有那么着急入住，然后但是又对质量还有对房子的价格都有一些追求的客户呢，可以充分的考虑这套。同时这一套呢，它的平均的占地面积都是在300平米左右啊，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在售的这个一号呢，我也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298平米的一个 land size。然后那么它的 total living area 呢，大概是27个 square， 然后它总共有4个卧室、3个洗手间，然后双车库，然后相当于是半块地的一个项目。然后呢它其实是 side by side， 它没有和别人 share 的这个 driveway， 它所有的 driveway 都是单独的，然后所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 great value 的一个房子。然后现在呢我就开车带大家转一下周边，就是让大家在物理距离上面呢对这个房子有一个大概其位置上面的一个了解啊，我们现在就开始啦。那实际上我现在发现就是说在等哈塞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的居民其实住在这里之后呢，他都不愿意搬到别的地方去，其实是有原因的啊，因为就是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方便了，尤其是伊斯等哈斯，然后学校呢都是最好的学校，然后包括房子呢也都是市面上面最好的房子。我发现就是有很多客户呢并不希望搬离就是伊斯等哈斯这个区，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开去距离这个房子最近，我刚才说过就是走路就可以到的一个小学。那么这个学校呢就是被这边就是华人疯狂追捧那个学校，这个学校就是等哈塞的 Gardens。 那么在去等哈塞 Gardens 之前，我先在旁边这里转一圈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距离它最近的一个商圈啊，这个商圈呢什么都有，比如说这个 Audi， 大家可以看到吗，在右手边是 Audi， 然后在左手边呢是 Dan Murphy。我们开车在这里转一圈啊，让大家对这里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为什么 Champion Street 是最好的一条街？我来给大家给大家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在右手边呢，这个就是澳洲最有名的一个这个我们叫洋酒行吧，就是专门卖酒的一个店。这个店呢叫 Dan Murphy， 然后这里面呢就是一个购物中心。这个右手边就是一个购物中心。我们刚才刚离开这个房子，我们就看到右手边就是一个购物中心。大家看到这里面有邮局，有这个牙医，然后有这个眼科医生，然后还有 Audi。 然后这个呢，这个商圈的名字就叫 Jackson Court Shopping Town， 是走路就可以到的一个距离，也是伊斯等哈塞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购物中心，非常有名。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购物中心里面转一圈，然后让大家看看这里面都有什么样的商店。我觉得呢就是说买房首先第一要看的就是地理位置，然后我觉得这个 Champion Street 的这条街的地理位置呢是数一数二的，我没有办法想到就是说能够有比它更好的地理位置和能比它生活更便利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在这个地理位置上面之上呢，其实如果你要是有老人有小孩，其实你完全不需要就是说会开车，因为你走路都是可以到这些地方的，可能走路比我开车还快。像我现在的话在等这个红绿灯还要等很久，然后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是给老人或者小朋友想买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方式的话，我觉得这条街应该是最好最好的一条街啊。我们现在可以在这边购物中心转一圈，然后之后我带大家去这个附近最好的小学，就是等哈塞 Gardens。 就为什么有很多住在 Manningham 的客户，East Lancaster Templestowe 的客户不想搬走呢，就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太方便了。我很难想象就是说有什么有什么地方可以比这里更便利，太难了。然后实际上现在呢就是这个 Jackson Court 这里呢还有一些中国人的这个华人的这个超市，然后包括呢也有一些银行，然后包括你看右手边是有 cafe， 然后这个 Jackson Court 是非常大的啊，然后旁边还有四川火锅，然后有这个日本菜，大家可以看到香辣小菜馆，这个就是
我们在这里非常有名的一个商圈和购物中心，然后这里面还有理发店，然后在那边前面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大卫火锅店，所以属于是非常 news agency， 然后包括各种咖啡还有邮局，所以就是你能想到的就是这里该有的全都有了。然后这还有历年小厨各种，哦对，左手边就是这个大卫火锅店，大卫老火锅，然后还有奥迪，奥迪呢也是这边的一个德国超市，然后属于这边非常非常便宜，然后同时又好用，就是该有的东西都有，非常实用的一个超市，所以现在很多客户都很喜欢在奥迪买菜买东西，包括我婆婆其实来澳洲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店。好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开去我之前有跟大家提过的这个附近最有名的学校，就是 The Casa Gardens。 好了，现在呢我们就是从这个 Champion Street 出来之后，我们现在去 The Casa Gardens。 那么这条街呢，从 Champion Street 出来拐出来呢，这条街叫 Dennett Street。 这条街最近呢是卖掉了一套拐角地，就是我后面的这套房子12号那它卖掉了，是200万的一个价格。然后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离学校太近了，我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去看一下啊，我们往前走，很快呢就会到这个 The Casa Gardens， 也是这边最有名的一所小学，然后也是属于排名非常非常靠前的一所小学。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沿途的这条街上面很多的豪宅，好，左边大家就看到了这所小学 The Casa Gardens。这个小学呢在维州排名非常非常的靠前，总共整个左侧都是这个学校。我们可以在这里停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有小朋友正在旁边玩耍，然后这里呢是这条街的一个街景，然后右手边呢就是我们之前卖掉的一套叫做 Worthing Avenue 的一套房子，这边就是 The Casa Gardens。里面有一些小朋友在这边玩儿，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街景。好的，然后我们把它再固定回我们这个机位。好了，好了，那现在我们离开这个 The Casa Gardens 呢，我们就开去这边的一个中学，就是 East The Casa Secondary College。其实我们刚才从 Champion Street 的那个项目呢开到这边，其实只用了大概1分钟的时间就到了，非常非常近啊，非常近。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始往，哦，大家可以看到吗？这边可能看不见啊，左手边呢是一个公园，非常有名的公园。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往East Cast Second College 走，这条呢开出来这条路呢叫做 George Street。 因为现在呢澳洲是秋天，所以呢街景非常漂亮，有非常多很漂亮的红叶，大家可以看到吗，把这个稍微调整一下，这里有非常多非常漂亮的红叶。这条街呢是非常有名的一条 George Street。 然后我们可以往前开一段，然后在这个，然后左手边呢是一个 kindergarten 幼儿园，所以真的是小朋友的天堂啊！这条街真的非常非常好，就是到处都是非常适合小朋友生活的。澳洲的秋天真的很美。然后现在右手边映入我们眼帘，右手边这有一个牌子，然后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学生的笑脸，这个就是最有名的 Eastern Castle Second College， 也是我们当地呢最有名的一个中学，看到吗？所以就是这个中学非常棒。我希望呢就是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一些客户呢可以尽快的做咨询，因为目前只有4套现在还是在售，而且我觉得这4套房子呢可能也很快就会卖掉，然后希望就是说如果要是喜欢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房子的竣工时间呢是2022年的
12月份，所以其实我觉得很适合国内的朋友去做投资或者是自住房的一个准备。好啦，我是 Bella， 然后如果大家希望能够关注到比较好的房源，然后一定要点击订阅关注我的频道，然后我这边呢会定期的给大家去推送一些最适合大家同时也是最新最好的一些房地产的资讯给大家，谢谢大家喽，拜拜。